陽痿嘅症狀啦。其實係點樣可以醫陽痿嘅咧？係咪有啲我見到有啲阿伯成日都話要變變有變，要成啲虎變。我中醫裏面啊，好多叫變啊嘛，一陣間又話咩要補腎啊、壯陽啊，又六尾巴，又六尾巴、六邊啦、啊，又四角啦，人邊你想邊？大家記住俾啲人邊去食，唔係大家如果想以形補形可以食人邊。係咯，其實如果係真係以形補形嘅話，咁佢哋去走去食啲人邊。人邊都好多種食法嘅喎，咪就係、是、咯，咁咪得咯。如果以形補形得嘅話，人邊唔係我哋講翻啲正常啲嘅嘢，我哋唔好講人邊啊。去咗人邊度？我哋譬如話一啲六尾巴啦、六邊啊、九邊啊、虎邊啊嗰啲嘢咧，咁其實咧係唔可以用嚟治療呢個陽痿嘅，即係好多人有呢個誤解，就以為我食乜就補乜。我食雞翼咪補嘢，咁咪咁你食豬腦你咪補腦，咪我食雞係咯，補食補翻雞，補翻雞翼本人。即係你食落去，其實好多嘢咧都變翻，即係降解成為一啲蛋白質啊，或者其他啲營養啊咁樣。你唔會話食咗食咗落去之後，佢自動識行到嗰個地方，大高長大咁樣。即係其實係唔得嘅喺壯陽方面。係啦，即係譬如話我哋身體其實缺乜嘢咧，咁其實就要補乜嘢咯。譬如話你可能有一啲人成日都話咩六角啊、六邊啊、六尾巴，咁嗰啲咧係即係對一啲陽氣不足嘅男士，即係可能佢成日都。不知道做啲乜嘢啦，令到佢陽氣不足啦。例如有啲咩陽氣不足，會俾鬼附身嘅。有啲咩陽氣不足？即係譬如話做啲乜嘢？例如即係譬如話成日佢有一啲唔好嘅，譬如自續啦、自續過多啦，又或者係佢營養不良啦。點咩營養不良？即係成日食麥當勞。即係佢細細個開始就唔夠營養。或者佢生活的環境咧係一個好陰暗的地方，即係陰暗都關事。陰暗都關事㗎，即係你個濕氣啊、陰氣啊會咁樣好多嘅。咁就你個人咧就會缺少一個陽光氣，即係一個男子氣概啦。所以咧喺嗰啲人嚟講咧，你補翻啲陽氣比較盛嘅一啲藥物咧，會對佢陽氣會有幫助嘅。哦，咁例如有啲咩陽氣比較盛嘅藥物？哦，陽氣比較盛嘅藥物，啱就講動物啦，即係譬如話六邊啊、六尾巴、六角咁樣。哦，即係就會有用啊！就會有用啦，嗰啲係補陽氣嘅。咁、另外一方面咧，我哋中藥裏邊亦都有幾種，即係嗰個藥物。藥物係啦。一個陽性啲嘅藥物嘅，譬如話咩巴戟天啊、杜仲啊、玉桂啊咁嗰啲全部都係補陽氣嘅，咁嗰啲植物嚟嘅。哦，咁如果呢個係醫藥上啦、啊，咁有冇話仲有其他唔係以形補形或者心理啊咩嗰啲，有冇可以幫助咧？點樣？哦，如果係要根治嘅話咧，我哋一定要從呢一個嘅。原因去落手，譬如話佢本身係心理，因為工作關係啦，心理上面好有問題而導致佢不舉，又或者係陽痿嘅。咁我哋咧，即係身為可能屋企人啊，或者佢嘅伴侶啦，佢屋企人點會話自己有陽痿？有工作壓力大啊嘛，工作壓力，即係你見到夜日翻嚟，你都無精打采，然後咧就即係冇乜活動，匿喺房裏邊就想瞓覺咁樣。咁呢啲咧就係因為工作壓力啦，影響到成個人嘅表現。咁就算你老婆換了一個很漂亮的一套衣服，或者很性感的一套睡衣樣，你見到你都不想去進行了。其實呢我也有些 follower 呢，他是問我，他說的東西就是 exactly 是你這件事，他很早就要上班，很晚才收工，然後就覺得好像自己邊邊無力一樣。所以就其實仲有香港啲土地問題咧，咁可能你喺度，跟住隔離已經有阿婆啦，隔離有個姑媽啦，可能根本好擠迫嘅。啊，係，即係呢啲其實外圍環境都有影響咯，即係自己工作壓力啦，加上間房又細，或者間屋冇房嘅，冇房嘅，係咯。即係佢心入邊好多嘢煩咯，好抑鬱啊，好煩躁、焦慮啊，咁樣都會影響佢嘅性表現。所以其實是一個心理和生理的結合。是啦，咁啱啱就講了心理啦，咁我哋就講生理上面，即係生理上面你可能有一啲啱啱講到嘅，可能有啲高血壓啊、血管嘅疾病啊，又或者係我哋中醫嚟講啦，本身佢可能有一啲腎陰腎陽嗰啲問題啦，咁嗰啲全部都係要用藥物去解決嘅。哦 ，OK， 咁如果嗰啲腎陰腎陽係有啲咩嘅特徵啊？就係好攰啊嗰啲啊？哦，腎陰腎陽嘅話咧，佢一般嚟講咧就講緊成個人體嘅陰分或者陽分唔夠嘅，因為我哋腎咧係我哋人裏邊一個好重要嘅臟腑，咁所以咧我哋平時補腎陰同埋補腎陽咧，一般嘅食物咧好難去補翻嘅。哦，即係一般就要食藥啦，要食藥啦，即係要去開方啊，睇中醫啊，食藥咁樣。哦 ，OK。